文海玲下年更性感，扬言全裸冇问题。虽然话就话都成十二月啦，但系一众靓模都仲系性感示人，就好似早两日啫嘛。文海玲 Connie 就着住件 DV 迷你短裙出席活动，仲话自己拍完夜蒲系列之后啊，都习惯咗小布啊。都系嘅，其实同埋今年我谂其实都有好多突破嘅，即系都比较性感啦。今年一路嘅演出，即系有即系真空上阵，又话有 T back 啊，咁嚟紧都会可能下年会更加性感添。如果剧本 OK 拍得靓嘅话，都即系全裸都冇问题嘅。咁大胆，咁你又最想同边个男演员玩亲热戏啊？哇，都有好多个，咁起张家辉、刘德华啦，都系其实即系其中一个偶像嚟嘅。全部都结晒婚。拍戏啫都。咁床上戏咧，唔着衫嗰啲咧，又想同边个啊？哦，床上戏嘅对手啊，其实 OK， 靓仔就 OK。听闻你都好似好耐冇拍拖啦，有冇打算揾翻个先？我都想啊，你有冇介绍啊？好 dry 啊，而家 dry 到块面都甩紧皮啊！乜咁惨啊？定系你要求过高先？使咪一定有车噶？其实呢排做嘢忙咧，我就会谂，如果男朋友有车都唔错，因为其实成日即系走好多场咁要拎好多嘢噶嘛，咁如果有人接送咁样，我谂都几开心。咁又唔同嘅。